好，那个，现在我们开始回到历史的问题。历史，好，这个是一个女性主义的观点。女性主义，你知道，女人很晚才有投票权。女性主义运动大概1920年代才开始。普林斯顿、哈佛开始收学生，也到啊1920，不会比北大早。中华民国民法基础篇修订，就是以前的财产，就女人财产是男人，男人财产是男人。又结婚之后，这也是要到1990、1980年代之后的事情。所以女性的声音一般都被遗忘，她们对历史反而一个非常敏感的感觉。你知道，大家 history 那个 he 就是什么？男人的。His story， 他的故事，男人的故事叫历史，所以女性主义就要问、啊、到底是谁的历史？我们去看我们的课本，中华民国，我们高中的课本是更明显的。你如果看英国历史教科书，那个插图有男生有女生，没有主角一定会有女生，而且还蛮多的。然后这个，甚至我们台湾的世界史也好，中国史也好。那个台湾史，女性其实介绍篇幅非常少。这边有高分哈，有没有高中女生？高中女生是升学制度底下的牺牲品，在学测社会科，高中女生都练得比较认真，练得比较认真。一般来讲，那分数是比较低的。你去问大华中心的统计资料，但是低到是要4分。这如果在英国、在美国，会被严厉的批评。为什么这个题目女生分数会这么高？台湾大概就是那个 sense 还不够。我们知识是飘忽的，因为我们历史教育没有达成，你懂意思吗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认识江宜桦？他特别讲平庸之恶，可他本身又是怎么样的？平庸之恶的具体的代表，他研究汉娜·艾尔，他知识是漂浮，是。今天是我们台中中毕业典礼，很多学生开始思索，纸飞机，你也私下跟他念过。我读书是为了以后不念书，知识的虚无。不像我们南华大学或是嘉义大学，您在空闲时间还有兴趣来念，还有知识的渴望。台湾多少人读书是为了不念书，就取个资格。这个是漂浮的知识，谁的意思？那第二个是谁的问题？不是 question。它是女性主义用来谈论科学，你知道，啊，比如说五四运动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说科学万能，科学可以解决很多事情，科学好厉害，科学好棒棒。那到现在来讲，慢慢会发现到，哎，科学好惨，对，把我们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实验室，创成破了一个大洞。温度越来越高，气候变迁越来越激烈，然后我们台湾更是深受其害。你这边有没有化学系？化学系要学好很简单，你要把台湾每天吃的毒品研究清楚，你化学就好得不得了。添加物，奶粉里面都还有蓝白脱的成分。三氯氰胺、曲奇剂啊，所以这个状况底下就变成说，科学产生很多问题。那一样，那产生这么多问题，你可不可以放任专家？女性主义说不行，因为专家会背叛。
像台湾的环评，像台湾的核电厂，那科学专家说啊，盖核电厂好棒，最省钱。可是我们后来一算，哇，好贵哦，根本没办法处理。他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他会欺骗我，他背叛我。所以，女性主义提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对科学提这个问题，不是 question。提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实际上我把它套用过来，克刚也是这样。克刚刚开始用意是干嘛？国家是资源最多，他告诉你放下。那你知道学什么样的历史最方便、最有用、最帮助你成为一个公民，帮助你去做抉择？可能是这样，他有很多资源可以聘请很多专家，国家意思就是得把所有资源汇集。可是今天来讲，今天台湾的争议，包括今天这微调课纲的争议，反而是怎么样？课纲所带来的，就让科学造成的创造破洞、气候变迁、二氧化碳排放量太高，珊瑚礁死掉，我们人一天到晚得癌症，今天课纲已经让我们得癌症，课纲已经让我不得安了。在这个状况底下，女性主义说我们不能放任科学就让科学家决定，我们必须怎么样把科学决定的责任、科学争议的部分，我们要做主，我们要还是民主权，我要当主人控制这个科学。以前我们控制不好，像迪士尼乐园那个小魔术师控制那个扫把控制得很不好，现在我们要学会控制到纯手，而是他不让他自己乱跑。一样课纲也是，以前的课本有很多的问题，他教我们法西斯，教我们国家很大很了不起，侵犯我们，帮我们洗脑。我们今天可能要去想一个问题，这个课纲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，不仅不足以解决问题，还是怎么样，制造太多太多的问题。今天大概就是说明它制造很多问题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史学的观念，这个我称为公民史学。公民史学我后面会再进一步阐述，但还是在我前面稍微说，就是历史不是知道过去知道就知道，不知道不知道的东西，历史是要帮我们做出抉择，让我们成为行动者。我不需要判断什么是有问题，这样的过程。Okay. 我们看一下那个，由于我们对于，对不起，我有点，对于历史的教育啊，那个历史教育有点太轻忽。我们台湾有些知识宣称哪里是对的，太草率了。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气候报道，全台最低温在淡水，你想一下他为什么说在淡水，说话的人是谁？我们搜寻回去看，他是天龙国的记者。好，我们下一个步骤Corroboration， 我不是住在天龙国的，我住在妈祖，纬度比你高，又是海岛，东北季风来的时候，我怎么可能比你高温？我不住在平原，我住在阿里山，所以这种宣称是有问题。去看一下。你推上去再找其他的脉络，你发现台湾四百年史这个有没有问题，也是很有问题的，四百年史。可
可能指的是汉人进来看到的。可是台湾到底有多久的历史？最近清水阿嬷挖出来，它有1-2万年的历史，在台中有一个，这里好早就有人活的，也著名很多，因为他们是全球第三大语系，像南岛语系，而且是人类最早掌握航海技术，而且他们航行到了马达加斯加岛，还到复活节岛，是一个非常重要人类文化文明的一个贡献者。他们也不是没有文字，我们神父来看是有文字。我怎么说你来了，你用武器来了，然后把很多平埔族杀掉，你就说这块全部都是你的事情。这里叫碧路蓝岭，比起山岭，这是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只是你有武器。好呀，这个大家就比较熟，日志还是你。日志你可以说有点对嘛，像台中桥已经盖了100年了，有台中的桥上面火车跑跑去，大家觉得哦还很稳固，还是糯米桥还可以再撑个100年。乌山头水库知道最近缺水，旱象频繁，可是乌山头水库哎，全台湾最干旱的时候，它有三分之一水库的水的量，它选址的位置对，大概20-30年了。石门水库是烂过啊，盖半年了。万大水库也是烂过，文港盖的大概都是烂过。我们包括城市的街道都是，高中生的制服也是，丑死了。当然，我也穿得很没品味，因为国民党教育体系底下去的。街道也是，我们台中中非常后悔一件事情，把日治时代盖的红楼拆掉，非常漂亮的房，百看不厌。街道也是，今天台南很多人喜欢去玩，因为从火车站出来，它保存的最好，保存的。这样的状况，那你说日剧对有些人可能会还是有点道理，他们经济剥削占领这块地方，像蔡培火甘蔗二零自隆运动，但这是一个，另外一边是说，另外一边这个说法是不大怪怪的，但说不大过去，就1895年日本人占领，台湾被日本人占据，靠武力，可是是有国际条约，而且被日本人占的时候，假设他强占点东西，你会不会跟他很友好？其实不会跟他很友好。可1895之后，中国人怎么对日本？你去想一下，蒋介石有没有留日给日本？他日本通。日本住好久，他的一个小孩应该是单亲跑下来，跟日本人生，因为他们两个在一起，跟他的日本一起在一起，后来搞不清楚是谁的小孩。我长大之后就看得出来，梁启超去日本，孙中山去日本，毛泽东本来去日本，不过他为了追他老师的小孩，所以跑到北大去。大概在1930年之前，中国最多留学生就去日本，大部分去。他们欣赏日本，筹办日本。到1930之后，才终于发现到，哎，对，日本要占据，开始对他反弹。所以1895这个年代，他们没有被割据的感觉。李鸿章怎么描述台湾？李鸿章说这个地方很烂的，你要不要拿钱就好了？这地方花不语
鸟不语花不香，然后情侣不遇，好烂。这李鸿章讲的话，但是你要占你这个地方，你要拿好，那给你哦。可是我不包括，我不管整个接收给你哦，你自己要你自己去拿。所以才有乙末抗日。我们今年又是乙末年，我想我们嘉义也死掉很多人。八卦山一幕，抵抗外来。那我们今天在座各位有些人也为了台湾出底薪，准备怕表效法你，所以就算是日剧，不是中国说的是日剧，那日剧指的是以末抗日，那个江少主五步枯山死掉了，八卦山死掉了，在侏罗之翼死掉的人，他们是被占领。日本竟然强占这个家园，不是中国，不是说就历史来讲，这个事都是有证据的，就是我们讲这个。那我们历史课本会争议，比如说光复还是中战，现在几分？有一点时间给大家讨论，我们到几点？好，九点半还是十点？九点半到十点半。光复还是中正？复，就这个东西是我，我要拿回来。这个有点离谱吧？大家有没有觉得？割让的是谁？割让的姓爱新觉罗。我们今天总统说我们课纲叫光复，然后到我们的总统姓爱新觉罗吗？姓金吗？这个，然后你来的时候是做什么事？来的就是二二八，二八叫事件吗？武器这么不平等，老百姓没有要造反。你如果看英国历史课本，这绝对不叫事件，这个叫什么？屠杀。武器是非常不均等。事件这个名称，这个name没有办法取得大家认可，是绝对有问题。再来就白色恐怖，死这么多人，是谁的光复？其实说不通。所以以前的反而是比较是中战，不是光复的，就是中战，这时代中战。我现在讲一个比较，这好像都台湾史。讲一个，比如说大国，中国是一个大国，那中国真的都这么大吗？我们看中国的版图，谁叫中国？这不一定吧？它的版图变来变去，一下大一下小，谁叫德国？我们地理课本，那德国在那里，他们就投射回去。中国永远是中国，没有啊，他以前曾经是殖民地。就汉学家来讲，这太离谱了。用现在解释过去，我也是清代、清朝跟元朝，明明是人家殖民地，你把它当作你自己的朝代，好，那个叫中国，不是啊，那是叫蒙古帝国，完全不见了。我们用这个观念来理解德国而已。德国有一些小地方，像巴伐利亚，他们是基本上以前叫 City State 城市国家。你说他是德意志共和国吗？
你去跟他问，他绝对不赞成。他说我成立超过1000年，超过1000年。德国什么时候成立？1870年，200年。我1000年东西怎么可能艺术？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教育系统，有自己的课，有自己的国歌。他说你为什么要加入德意志联邦？我说那个我可以用欧元，我可以贸易，我需要他的港口，发票。然后，好像大国就了不起，我们花好多篇幅在讲大国，可大国的生活过得愉快。美国很大，非常大，可是美国了不起。美国其实比我们台湾还烂，大家知道 Katrina 台风来的时候，美国有个城市叫纽奥良，那个城市变成什么样？抢劫，有人饿死，一直到今天。同学去纽奥良玩，他觉得那城市还是有点恐怖，治安不好。中国，你要去住你觉得好？大国崛起的故事有这么重要？全世界，大家觉得最幸福的国家是大国还是小国？我为什么不学习人家的小国家？大家知道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第一名叫不丹，第二名叫古巴。我对古巴比较兴趣，不丹是佛教国，台湾佛教已经很多，因为我台湾食安问题非常严重，我就对古巴比较兴趣。古巴是全世界有机农业的代表，因为他跟美国关系也不好，所以美国的化学公司、农药公司、肥料公司都没办法进去，所以他什么东西都有机的，他吃米不会吃到塑胶味，他不会喷那些吃香蕉不会吃到喷那个啥，吃那个吃葡萄不会吃到防腐剂。古巴读书又不用钱，医疗也不用钱。美国停电的时候，纽约停电的时候，整个城市变成什么样？纽约大停电，抢案、性侵，进入一个无政府状态。古巴停电是什么？我们台湾的文化部长龙应台去古巴的时候，刚好发现古巴停电，而且这国家好好玩。停电的时候进来，大家就把家里的乐器搬到街头来，开始办街头音乐会，就是一个很 happy 的。他们国民所得比我们少，他们又比不上我们，他们可以跟古巴、跟美国收弄，这地方的。有的国家又非常小，在意大利，我们觉得有时候地图里面画不进去，叫圣马里奥、圣马力诺共和国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它人口不到8000，德国纳粹在破坏犹太人的时候，它救了超过8万人，很漂亮的国，它基本上。大概就是7个基尔特轮流执政，一年他还是中世纪那种城市国家的样子，一年一轮，今年换银行业，明年换食品业，后年换百货业，大后年换农业，圣马力诺，小国家很 happy 啊，很民主。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史一天到晚都要讲大国的故事、美国的故事、英国的故事、德国的故事，或是中国的故事？这是一个，
这到底是谁的知识，谁的历史，跟我们有息息相关吗？